我们现在人在泰国的曼谷，我们一下机就赶来酒店了，就准备。现在已经是下午3:30了，等一下我们4:30集合要去见两个今天很重要的人物。基本上我们就是为了见他们才来泰国了。朱生他终于要弄好头发了，哎，还是没开始弄。对，我是要染头发。期待吗？都是我知道的演员，对，我很期待。我觉得期待是因为我们都看过他的戏，就很像从荧幕面前出来的人呢。那你期待看到男的还是女的呢？请小心回答哦。我没有要回答，我都期待。不像我，一定是你的。不要跟他讲话。那简单跟大家讲哦，为什么这一次我们来泰国3天2夜？基本上这两天呢是来参加爱奇艺的新剧跟新综艺的发布会这样子。哇！玩什么玩什么？我不会做你的观众哦，他们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玩嘞。哦，这样等一下。来。哇！其实等一下去见的人哦，你们的标题还是封面就已经知道了啦。因为我现在已经想我封面怎么做了，所以我在想我现在瞒住也没有用，因为你们迟早会看到。等一下就是从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去到 Bangkok 的 W Hotel 那边，因为今天哦是爱奇艺的新剧《不良执念进厨师》。偷偷跟你们讲哦，现在你们就可以已经看到这部剧哦，只要你们去下载爱奇艺的 apps 哦就可以看了。偷偷告诉你们哦，其实在播之前我已经看了一点点。如果要一句话形容这个剧呢，我觉得它算是比以前的剧都更加的创新，然后它里面讲的故事也比较偏是有感情啊，有亲情，有爱情。反正这部剧的口味其实蛮适合我的，因为它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些动漫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好看。现在距离4:30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下集了，一起去到现场吧。结果因为书生肚子饿了，我们现在走去 Seven 买回去。是有带点埋怨的情绪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啊，看得好像啊。今天的泰国好像蛮热一下的，我刚看微豆，不懂为什么他跳35度，我不懂真的假的，他整个好像多那这样哦，就35度这样夸张吧？我觉得这样比门下还不热、啊。那你可能真的？哎呦，牵我手啊！我都到了，讨厌，别这样子嘛！我们到 Seven 了，泰国最厉害的地方 7-Eleven。你想要秀什么？他跟你很高哎。没啊，我哥 OK， 麦克风。不懂为什么他们的 7-Eleven 哦，真的选择特别多，然后每次逛都可以逛很久。你看书生选一个色选很久，不要嘞，我想买这个嘞，因为每次我来喝这个嘛，感觉像酸奶，可是我也不懂什么来的。你买什么？对的 ，BTS， 这是很变态的。也是他们 BTS again， 有人满载而归哦，买很多东西哦。这么才破开啊！哦，太牛了！所以现在我们在酒店哦，就等待过去那个 W Hotel。紧张吗？有点小紧张，因为毕竟我看到美女是会紧张，所以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苏生不紧张哦，其实是有原因。没有关联，不要再讲那种无关紧要的话。然后其实这两天哦，会有很多组 media 啦，总共有多少啊？大概32组，是从台湾、新加坡哦，各个国家。对。那其实其他国家 YouTube 来吗？没有哦，没有。我算是其中一个 YouTube 来。对，没有。希望不会那个是唯一，你是唯一一个。希望不会让你们后。会找 YouTuber 来到现在请你努力，我会努力，因为其实很多 interview 都是找电台啊，不然就找主持的。对。但在台湾，其实艺人蛮常上 YouTube 全的做宣传，就上他们的 YouTube 频道了，很常，就歌手啊都有。在马来西亚其实很少。对，是很少。介绍我们的学姐，哎，啊，麦的代表，是，我是麦的代表跟 YouTuber 代表，没错，就我们两个炸毙了。对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优秀的。我们从什么学校毕业？名传大学。我们有 slogan 的。名传 slogan 的没有？什么 slogan？ 名传，名不虚传。哦，所以忘记了。他们讲这辆车是接宋云花的，所以我要坐他坐过的位置啊。我猜一下，应该坐前面的了。他一定不会这样麻烦的，你就选左右。对，他一定选这边，我要坐他坐过位置。哇，这辆车好溜哎，真的是司机保姆车。因为通常哦，他们会冷。我感觉到他的屁股了。哦，余温，对不起，余温。来，书生，名传的 slogan， 刚刚我真的忘记了，看书生也不懂。来，给他一个 slogan。名传，名不虚传。对，叫我名传。我开始不敢。大传。我开始不敢讲我是名传毕业了。请问学姐，你的题目是什么？我的题目是什么？我题目很多哎，很多没？很多。30分钟你应该会问很多哈。我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会跟他玩游戏啦，我什么都做啊。哇，这样你很忙。你要摸水仙，你要摸水仙，我要摸真进化，因为我其实很喜欢他。对，我们喜欢的相反。不然呢？我们要抢吗？也不要啦，我们也摸一个。OK， 好，可以。那我们一起进去。我们算一个小时哦。
现在我们来楼上，我觉得人多看起来很紧张哦。现在下面不紧张，对对，上来感觉这个声太安静了。因为安静会变得很紧张，但是我要想这个东西。什么？我不想 interview 了，我来玩了，对，我要跟他们玩了一下。请问学姐，因为身为我的前辈哦，有什么可以教我？因为毕竟他们是艺人嘛。嗯哼。你要讲克服那紧张，因为其实我很少跟艺人聊天的。你把他们当作是你的朋友这样子。哦，就是我自然就好了。是。哦。敢敢讲啊？对，你敢敢讲。混他们啊，敢敢。你把他教错我怕你的 hood 的那个 level 去到太高了，太准了，我怕你去到 max， 我们救不到你回来。我去75%啊，你先75%，如果他们 OK 的话，你可以去到85%，如果他们很开心，150啊，对，其实学姐都知道。我希望下一次我们还会再见面。那下次比我了，因为我 hood 太高了。爱奇艺 ，Oh no。Here comes trouble， 我念对吗？对，来、啊、你们念一次，三二一。Oh no， here comes trouble。怎么笑呀？我在想我要不要想你 Q 人，真的。所以这个房间就等一下我们做游戏啊 ，interview 房间。这个房间等一下会有送油花的味道。我进去闻一下 before 先。你先进去放你的味道。哎、欸，他进来他就嗅你的味道。你很像变态这样讲啊。不愧是名场秀，哎呀，出来都是奇奇怪怪。你代表宋云花一下，来介绍一下。你要确保我的表情是好看，这样我才会永远记得你。看一下那个光，还行，还行，可以，可以。OK， 那位置可以不挡住。但是还不是，但是还不是最完美的光，你要去 set 一下那个光。因为该看那个爱奇艺的看板哦，然后它这个戏它其实有泰文名字，然后我想说可以学一下，大家教一下他们。我们现在去问人家怎么念。Hi， 小迪卡。May I know how to pronounce this? Pset 跟 bad boy。啊 ，one more time， sorry。Pset 跟 bad boy。Pset 跟 bad boy。个 bad boy。跟。Bad boy,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T set, K set, P, P set, P set. Let me write. P set, cut bad boy. Yeah. One more time. P set, cut bad boy. P set, cut bad boy. Okay.Thank you， 我感到个赞吗？其实为了今天这个 interview， 我设了几个小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其实我也准备道具。我的道具就是有毛笔啊，有墨字啊，还有这个算春联啊，还有这两个东西啊。等一下现场给你们知道怎么用哦。基本上就这么简单罢了。然后爱奇艺他们呢，就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其实也还没有真正介绍他们到底是谁，就是这个爱奇艺新剧《不良执念清除师》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宋云桦跟曾静华。其实这个也算是我第一次跟。跟艺人这样近距离接触，然后又要近距离，我开始紧张了，是不是？近距离接触，反正其实这个事情哦，对我来讲，我其实很怕，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我最后还是答应他们来这边玩了。毕竟没有去 try 哦，人是不会成长的，只是希望这次 try 过后，下次还会有我啦。好，下面他们已经在里面了，但是现在是阿 K 麦那边在做访问，所以我是下一组。刚刚我们的爱奇艺姐姐莉莉亚姐来。给他看时间，他只能迟了3分钟哦，所以代表我少了3分钟。对，不可以，我一定迟6分钟了。这个逻辑不是这样吗？嗯，我支持。嗯，要拿回属于你。对，这句话不错，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有看这边看得出来。所以，我很奇怪，我看不到东西。哇，很清楚，你应该早点来。其实他们没在拍我的，他们聊天的吗？他们聊天的，我要进去催他们哦。你叫我被骂吗？我进去催他们。看到啊，他们是没在拍东西，他们在闲聊啊。小心你手。他好高哦，这人完蛋了。哎，还上厕所啊？你先。真的吗？要喊你。这怎么样？怎样？麦搭完了。怎样？有麦底料多久啊？多久？6分钟、7分钟啊。什么东西？他们讲我少6分钟啊。是咩？没有。讲过什么麦啊？不是麦，是阿 K， 阿 K 的问题。因为我的学弟爬上我头了。嗯。啊，好痛。你们两个可以打架，不要玩，打我！我道具还有各位。我觉得这个画面不是很好看，我给你们看这个画面。哎，他真的好帅哦！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那个返校的电影。哎，什么？我讲错没？没有啊。你的头发跟他戏里面一样。等一下，我跟他告白，不然他留的。不要脸。看到漂亮女生我就紧张了。对，那时候我放那个月老，因为我会标记你有转发。是。他终于知道了。你等一下晚一点再标记我。可以。对，我要再认真。我们待会再公开标记，公开标记。谢谢，没有错。谢谢。有啦，因为他不想要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这里打架。打起的。
已经打过，打过了，打完了。哎，你今天剪那个蒲易勇的发型？对的啊，我是蒲易勇啊。对，是蒲易勇。我叫常勇。真的叫常勇？对啊，真的真的。哇，易勇要你的分身哎。你要分身？要怎么自我介绍？我失散多年的哥哥。你失散多年的哥哥。你又知道我是你哥哥？几岁？你猜一下。你应该真的是哥哥。二十四，没有比你大，大你一岁。好，二六，那就是哥哥啊。哎，二七耶，我。二七，你不是二六吗？我二五。哦，你有算生日吗？有。算了算了。不要太执着。不要执着，反正我就是比他老了。清除你的执念。哥哥，我突然发现一个事情，等一下如果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会站在汉堡那高度。我刚刚已经尽力了，我们拍照的时候我是摸奖稿的旁边。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设定好，等一下你们就坐这里好了，我就站着。把握时间，好，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快滚啊，赶快走回家吧。你站着，太厉害，不要讲出来。让我们来欢迎不良执念清除术的男女主角。大家好，我是曾经华。Hello， 大家好，我是桑雨花。嗨，大家好，我是常勇。你们是我这人生中第一次访问的艺人，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做 YouTube 频道的，我不是主持人，也不是什么电台的人，对，所以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毕竟有帅哥有美女。不用紧张，不用紧张。那其实我有准备小游戏给你们，这游戏很简单诶，听说你们都会书法，然后我知道你有另外学书法，你应该是没有。是随性派的，就是靠感觉。其实等一下这个游戏就可以知道到底我们的宋云画姐姐。在拍片休息的时候，原本在学点书法，那等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上道具，好，这个游戏很简单，你们都各自会有一支毛笔，然后这是你们的纸张，你们的墨水，所以我等一下给你们题目，你们要把它用书法方式写出来，应该都是中文吧？对，是都是中文。OK， 你们肯定会有英文的，我就没有练。英文我也不太好。你会写吗？你有写过书法？有写过，我拿过全国冠军。哦，难怪你会设计这种游戏。对对对。原来你们想要澄清哦？啊，没有澄清啊。不是，我其实练，我知道看到你在练书法，三个月而已。三个月还不够吗？不是很久，三个月很够了。真的吗？我之前练一个月全国冠军。我觉得是假的，你要不要再没有事？我已经觉得是假的，所以我就是你们的评判了，我来决定谁的好看。你们要写得快，然后觉得好看。那如果要快，慢的要怎么办？会怎么样？有礼物吗？礼物我们玩了三局就给你们知道。这礼物。他在想。你要不要再猜我吗？好了，我们第一题题目很简单，就是从马来西亚特地带来的墨汁。是马来西亚的墨汁，比较不一样。你们我看看。真的不一样哎，这有不一样吗？真的不一样。来，我们第一题题目简单，这一部剧名，就写下去啊。哎，你真的好像有念过哎，跟我比赛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写书法是不是讲话是不是？哈哈，剪彩头这么安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他们好认真哦。对，他们好认真哦。所以你比赛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边唱歌边。对啊，你真的有吓到我。我全国冠军被吓到了。对，好像我的书法老师写的字。你有什么执念吗？你就是我的执念啊。他要清除你哦。对啊，你要什么东西啊？清除我们吗？你们是两种派系。我们是，而且我。你看起来就写不完派系。对啊。你看他的位置。对，我自己这么空，然后自己快没了。走了。我停不下了，辛苦你们了。我觉得真的有才。其实这已经是我这辈子写最漂亮一次的书法了。到底谁写的比较好看呢？我要摸着良心。对不起啊，我真的没办法，他的真的比较好看。但我觉得你的也比我的好看。我觉得我要你写一个字。我写。我想要看一下那个书法大赛冠军的。因为你也是 YouTuber， 完了，突然 Q 到我了。频道要换名喽。要写什么？我想看你写在我这，你写。Oh no! Oh no! 好，你写。写英文，那你写 Oh no! Oh no! 不要抖，你看是不是很难讲话？可以啊，可以讲话啊。为什么不可以讲话呢？可以讲话，你看我还在讲话，你们都不回应我，可以讲话。跟我讲话了。那我绝情了，写完了。很可爱，很可爱。我们同一个风格。Oh no！ 不良执念清。那我现在决定了，第一局是你赢了，因为我有写。第二局其实算是你们的最后一局了，这局很简单，你们一样拿一张纸，也是一样，我会给一个题目，但是这一题有点不一样，你需要手表，因为我知道你书法其实有练过嘛，你看感觉如何，真的？可以，没感觉，没感觉。对，你可以再加强一点。它有二十等啊。好，那没有，有感觉吗？有。OK 啊，我想要到你看我的大拇指。看到吗？这里有挑战的，来来，可以，我马上让他结束，他看起来很痛苦。我也要写吗？对，那我也要垫吗？你不用垫啊，看我。你意思是说我没有垫字就已经歪歪了？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为了女生好。
那这一题的题目就是写出你们剧名的名字，角色名字啊。我的天啊！你抖这剧就当做你学了三个月的书法了。好像很好玩哎，我也想垫垫看。哎，你还好吗？其实我也准备多一个，真的有。我真的想要垫垫看。哎，哇，好稳哦你。竟然会有嘉宾要主动玩这个东西。对啊。哇，看起来开心。这个好好玩哦。哎，他们两个表情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哎，好玩不好玩？好低哦，好低哦。你看他怎样写。哎，好艺术派哦。我觉得你好像放了写个美。我也觉得哎。他写你吗？好了，结束。哇！哎，这个怎么可能到20啊？这个平常都放哪？这个一就已经很东西很重了，这个其实是电脑用的啦。我知道，但是一就这样啊，二十多奖。你要你自己试啊，我不会按。肩膀有点酸。肩膀不是更恐怖？有放过？算了，开玩笑，你先试试看。试试看背这边，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帮你服务哎，赚到了。可以吗？我也不想的，我没有，这只一级而已，这是一级而已。对，这个真的一级很难。你怎么又想贴我了？两边一起。到底是这个什么画面？请问那个感觉很奇怪。然后其实两集结束了，是不是？哎，我写完很漂亮哎，比我真的放了比较漂亮。啊，其实放了也好像哎，很稳哎。你怎么这么稳？其实游戏结束了，这个游戏只是让你们体验一下，回忆你们拍戏的感觉。因为其实你们最主要是还是要跟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去看这部剧。我就用一句话形容你，好，简单有力。不管你是下班回家，还是无聊没事做，还是你有事做想要分心一下，都可以来看这部戏《不良之恋清除师》。来 ，V 院姐，《不良之恋清除师》会在爱奇艺国际版上全网独播，然后这是一部每一个单元都有不一样的单元人物，然后每个单元人物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希望我们陪着你一起度过你们的执念，然后我换气了，执念，然后一起陪你们放下，是一个很轻松，然后也很感动，也很有一定会有很多共鸣的剧，谢谢。哇，谢谢大家，记得要去支持他们。那现在我最后一个步骤要教你们，这个要怎么念？哎，好呀好呀。现在我们在泰国嘛，我们就要来泰入乡随俗一下。哎，你们先念看看，有办法吗？一万努安努。哎，等一下，我本来记得怎么念，他们这样一讲一下，我又突然忘记了怎么念。来，披萨，披萨，披萨，干杯，干杯。Boy, 你们鼻音要多一点。卡贝宝，哎，再多一次。披萨，披萨，卡贝宝，卡贝宝，蛮像的。真的是这样念吗？真的。我来这里，我去问外面的怎么念，他就教我这样念。你记得看，披萨，卡贝宝。刚刚的 interview 终于结束了，其实蛮可怕的。你很自在啊？我自在吗？你很紧张吗？其实我感觉有点紧张，但是不懂，感觉我还是没有放开到玩。对啊，觉得有吗？是啊，是没有放开。但是其实 OK 了，我有进步好吗？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了，各位。你突破了你的。对，其实我觉得像宋芸桦姐姐啊，还是像曾静华哥哥、不哥哥、弟弟啊，他们都其实人蛮好的。其实我很怕遇到很严肃啊，就是不会玩。其实他们蛮好玩的。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跟我们第二次见面哦，应该真的是好玩。然后刚刚我去看 IG 哦，他们两个真的 follow 我了。耶、yeah, ，我赚到了。那等一下我跟苏恩就会去 Job Fair 吃晚餐，你就看我们 IG 的东西好了，因为我们吃完过后就要回来休息，明天继续访问下一组人。至于是谁呢？明天给你们知道。明天是一笔。清猛男，不是帅哥，长途战，对，明天很可怕，明天十匹以上，明天见，各位早安。所以现在我们就吃着早餐，很明显，吃完后我们就一样会回到那个 W Hotel 那边。然后今天呢，我会跟爱奇艺的一个新的综艺节目，它是泰国综艺节目哦，跟他节目里面的十位帅哥一起拍一个游戏影片。那这个游戏其实也蛮特别，等下我们就要现场再跟大家讲怎么玩。你觉得他们帅吗？已经物色了几个，我等下想去看真人。对，因为没看到真人嘛，但是他们照片真的是蛮帅，他们的脸啊，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脸，那种帅哥的脸，在 YouTube 上是看不到这样子脸的，是不是？ YouTube 上只可以。看他讲话，有点夸张。哇，对，不是每个人那么帅。对，我很诚实。这些一堆人站着的哦，走出来这个哦，你们坐这，这边坐着哦，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哦，全部都是要去打比好喝的，这么你们工作人员来帮我打工了，叫老板，叫老板，叫老板。要。我们认识了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嗨，我是。你影响到我，我懂那个很难的 FM 呀，不要杂聊，老板以为我没有念好，我是 FM 的哈娜星。耶，有空就听他的电台了。哟，我终于看到在 YouTube 里面的人了，哇，我们的人走出来了，哇，拿相机那个。
你很夸张哎，前辈。有吗？有是吗？还 YouTuber 分了蛮分。基本上我身后呢，可能是有台湾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各种媒体。这边要看住我，想做什么？你在害怕什么？没害怕，只是看着你，你就觉得你犯错一样。我没有犯错、啊。为什么哎？其实我今天任务呢，是要认识完这些媒体，然后请他们以后高抬贵手。现在我们要上巴士了。美女的共同特质，不好意思啦，我们怎么敢讲出来？不好意思、喔，不好意思，我们没当来 Bangkok 了咯。你们来 Bangkok 做什么？继续美哦、喔。美头啊。先生，请问现在几点？10点。早上10点是不是？然后我访问的时间是晚上7点到7点半，17分钟。跟一群 boy boy 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访问的人，有 ET Today 啊，有达人秀啊，有 Wire Chat 啊，然后东方日报啊，什么电台啊、麦啊，什么都有啊，炫也是有，然后还有一些新加坡 ，yes， 反正这边就是很多资料了，看不完哦。朋友，我介绍一下。안녕하세요，저는반의사입니다。你会讲韩文的吗？조금。没啦，他这边听不懂我讲华语啊，这个还是特别。我是马来西亚人，可以。你什么语言都会呢？你是？我什么都会，福建话、广东话。哇，华语也可以。也可以。很强哎，他是真的。很厉害的吧？其实我们之前就跟文莎有见过面了啦，只是没有正式聊过天。因为可能害羞。OK， 看他帅哥害羞。我害羞吧。OK 啦。其实我们这么早来这边哦，主要是去这个不良执念清除者的记者发布会，所以等一下就给你们看一下很正式的那种，很多记者会举手发问，然后我白开始讲说啊，你可以不要打乱我的次序吗？我要跟观众分享一下嘛，我现在此时此刻哦，紧张，是很紧张。没有紧张，我就是想拉屎，快点。哦，好窄哦。这个也好拍。哎呀，我是你主播。这个好，这个好大，好大，这个好大。啊，太窄了，这个电梯。我们只是假假粘弄它一下，很窄。对，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拍嘞。你最好在画面有剪进去。我一定会剪进去。哎，还没到。还没。我们还要再窄一下。很多人就是很急。不要放屁哦。我不会，你现在。转移，我知道，转移你的视线，转一下现在。如果有放屁，会应该书生要来大便。喂，你真的太大声了。其实现在我们来到活动现场啊，可是我的摄影师哦跑去大便了。因为摄影师这条。对。OK， 我帮你拿。不可以，你不可以，你要去访问人，我们就等书生回来。我帮你吧。不要。耶、yeah, ，等一下就要进去这部剧的记者会了，看看一下记者会到底长什么样子。没有想到这边其实还有提供食物哎，而且看起来都蛮香蛮好吃的。你不要再跟人家叫我大便了，每个人都叫我大便女。也是哎，上次那个没有奔去也是啊，可以帮我做工。我拍照，快点！你说给礼物啊？就一张纸啊？就是 identify 你是媒体。哦，我是媒体。Lunch ticket。是什么？他们写是什么？哇 ！Translation devices。工作人员。Translation devices。什么东西？什么毛呀？翻译机啊？这样厉害的，哇！谢谢，哇！这个翻译机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看到有免费的饮料了。我们这边 press 的，就是会有食物啊、水果啊。很爽，我觉得。对啊。而且它的 TBS 是 TWG 的。对啊。你看是 TWG 的 TBS， 蛮高级的。你好，那你点好了啊？你是来上班还是来喝东西啊？要补充体力才有能力上班呐。哇，爽哦！有人来喝咖啡哦。没有咖啡，我这样有精神呢。现在我们要进去这个记者发布会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抢位置。原来他们跟我讲是没有安排好位置的，所以就是哇，这样高级而已。YouTube来到现场这样很奇怪，不然拍不到好东西。对，我们去坐前面，因为我没带好的镜头。我要坐姐姐们隔壁啊。姐姐，介绍一下。嗨，我是来自炫的。高抬贵手。姐，我不敢讲啊。来，姐姐来这边。不要点进去啊，东方日报都会粉。哇，高抬贵手。拿到什么位置啊？距离小远呐、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Samsung S3 Ultra。所以这个是发布会的舞台，然后呢，我跟书生其实坐在那边的第三排，有点小距离的，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拍好画面的。我猜前面应该就是 for 这些 VIP 坐的啦，然后媒体呢就全部坐在 VIP 后面。基本上现场的各位哦，他们的器材、他们的镜头都是很专业的。等一下给你们看我后方到底有什么相机。我左边这个就是一台相机哦，然后后面架着满满的相机，桌上就。有纸跟笔，还有白开水，还有这个 lollipop。书生还把这个咖啡带进来，你很厉害啊，书生，像咖啡这样哦。我干嘛？记者会开始啊！等一下呢，我们就。
就 OK。等一下，你还叫我这个不行。写书法我练了大概总共加起来大概半年。那今天呢也想来挑战一下你们的默契，就是金枕连连好不好吃？三二一，举台词。我真的每一次肩膀酸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画面。有时候做梦的时候可能碰到一些，对，我很喜欢看有故事，是因为他们其实虽然是用恐怖包装，可是其实里面讲的都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不是我把你打了扔了，所以我才录了。刚刚那个发布会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就来外面这边，因为等一下他们两个呢会坐在这边，然后给大家访问这样子。大家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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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Thank you, thank you. 刚刚访问结束过，我们现在就在 W 这边吃个午餐。看起来的午餐很厉害的，哇，他的午餐还有保安呢。大家看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people, yes. 午餐的话，很厉害的，就像你说的自助餐。酒店餐，给你们看我拿的午餐，基本上就是海鲜大餐，而且它这边哦，真的很多选择。吃午餐喽。我们现在又回来这个记者发布会的场地，因为现在是这个爱奇艺的原创综艺节目 The Hidden Character， 就是会有十一位帅哥的一个综艺节目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真人。据说这个综艺节目就是为了新剧而产生的一个男主角，对对对，来做甄选。因为他们好像第一名，就下一部的戏哦，他们可以做男主，所以其实这个蛮好玩的。其实大家各自会有竞争，他们现在就做我们亲友啊，得暗自观察，看他们，看他们到底不合，他们彼此然后聊很开心，这样其实大家都是对手。有讲话，有些那种没有讲话，一直看着前面的。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就看他在台上面的一些讲话风格，我蛮好奇，因为其实他们好像都是素人，他们也不是什么艺人，就是进来参加节目这样子。素人综艺，蛮不简单的其实，而且他们应该是海选出来哦，开烧开烧开烧。那些 The Hidden Creator 的朋友们都在里面了，但是我是最后一组才跟他们玩游戏啊。然后现在我在很努力记他们名字，书生已经帮我记好一切了。你们看，不可以，就是、书生的纸哦，有记录他们的一些特点。其实也不是他们的问题，其实他们本人是长得很帅的，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他们的 poster 的造型哦，跟他们本人太不像了。所以我们在很想办法的努力记得他真的名字。然后其实他们也只给我17分钟来跟他们玩游戏，我也不确定来不来及玩得完，因为我的题目有10题，然后我会讲中文，他们会有个 translator 泰语给他们，所以一来一回，我也不确定他们的反应会不会。我讲哈哈笑了，下一秒他们就是等一下，他们听我泰语才笑。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东西哎，所以努力记名是吧？龙库真人哦，比照片帅很多很多。虽然这次我没来访问他，但是我可以在外面看他，我觉得蛮开心哦。好想跟他一起笑哦。怎么可以笑成这么好？你们很变态一下，你看你知道吗？那是不是在拍什么剧情啊？你们看他讲话样子，西北帅，人美侧脸。对，你手都抖了。你去把他看，他是看过来吗？有，还有瞄了一下。对啊，瞄一下。他觉得好。刚刚托阿奇的福，我跟龙库拍到合照了耶！我没有。好爽。你
你看我的照片呢、啊？没有想到进去里面可以拍照，没有想到刚刚就跟他合到照，幸好有为自己踏出这一步，因为刚刚我们还想要不要进去，我们怕进去很尴尬这样，幸好我们也进去了，幸好我们脸皮够厚，为自己争取。对，那还被指。他刚刚做我帮你讲，你问他什么东西？我就说，因为我们在外面偷拍，你有看到吗？他就直接说，我看到他拍，就是这个人蔡成。他就指着我，你应该看到我们在偷拍你吧？哦，我看到他。啊，他很烦，真的很烦，你太 outstanding 了。我头发很明显了，而且你是这样子。人家变态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勇。嗨，常勇。耶、yeah, ，王八蛋 ，3, 2, 1，常勇。他们身边呢是 The Hidden Character 的成员们，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好，去牛哈 ，TSE 哈，我的好，西米欧哈 ，TSE 哈。大家好，常勇哈，哈。สวัสดีครับเจทีเอสซี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ชื่อลอตเต้ทีเอสซี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บอมทีเอสซีครับผม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ชื่อ常勇我是姐姐 TSC Hi guys, I'm Copper TSC我是 Max TSC I'm Bird TSC 我是 Fly TSC全部都会讲话也很厉害。好，那其实呢，因为你们人很多，我设计游戏的时候我想了很久，然后我也知道你们其实还有6级左右，所以你们应该相处蛮多的。哇！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应该很有默契。所以这个游戏很简单，等一下我就是会拿出题目牌，你们看到这个题目，表现你们的第一个反应，一个动作来代表这个题目。当我数到一二三，你们就做那个动作。都是两个在拿凳子上，赶快烫它。啊，能送伞，能送伞。第一题啊 ，OK， 能送伞。我们四个都是帅哥啊！下一题啊 ，OK， 说唱歌手啊，能送伞。你先，麦克风，耶！三个帅哥，来的，你很像游泳。手臂冰，我们来第三题。哦，一记啊，拍照啊，能送伞。UAP拉丁 matching me。哎，两个而已啊、哦！边你跑哦 ，retreat 耶！第四题，哇，没压呢，没压 ，OK， 泰国我觉得很难哦，范围太大了，能松三，其中一个。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辣哦，会有人跟我一样的，因为我做了这个，我还想到这个，哦热啊，一样了。OK， 来，我们接下来第五题，哦，能，松，上，终于全部对了。来，我们来第六题啊！爱情啊，泰语怎么说？我在。我在，能从上。哎！丢！好 ，four， 所以四个。第七题。他们不用洗头是吧？哦，只我们要洗头。最后一题。哦，一句，能，松，三。没有哦，不一样哎，因为我这个大象是马来西亚，大象都会这样子。
哦，难得难得有一点是完全的空的，所以我已经确认了，你们这六集的拍摄算是浪费了的。他们接下来还有几集的拍摄，希望你们可以更加了解对方啦。啊，然后影片的最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跟我的 YouTube 观众朋友们讲，来看 THC， teach me teach me。哇啦一点发到部队那人都不高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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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We take a selfie. Okay, okay. Okay. Selfie, yeah. Okay. Together. 3, 2. Thank you. 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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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刚刚就跟 THC 的朋友拍完东西，我觉得他们蛮好笑的，蛮可爱。对，他们就很年轻，很像。听说他们都比我们小。对。就是还在念大学。其实有一个没有在，因为他回去大学考试。对。觉得啊，天哪，我们真的好老哦。现在我们就去这整个 event 的最后一个活动啦，就是去 media dinner。啊，整个装潢其实很像马六甲还是槟城啊，其实蛮像新加坡的 ，incredible rich Asian 这样子。I love this place。哇，你们真美了。马来西亚的媒体们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你高抬贵手，我们的你高抬贵手，对，这是证据。你们要给我 promise 啊 ，promise。我的新闻只可以是好的啊。下个星期回去 on air 我就要讲。不要了，不要了，求你了，求你了。回去就马上做一个专访，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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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00后的记者是吗？对啊，就是我的晚餐有糯米饭，有辣泡猪，有泡菜，有。scallop 螃蟹，吃了什么？ scallop 好吃，好吃啊！还有鸭肉，还有那个鸭鸭肉啊，螃蟹炒饭，吃吃好像吃的很爽啊！哇，好像吃的很新鲜耶！哇，打泡也会啊！哇 ，scallop 是新鲜，怎么那么好吃啊？过年期望，尴尬了吧？我没有尴尬，我没有尴尬。买起来的。我们要阳性，阳性。广东话阳性。他们某地念阳性哦。我们一起喊呀！我们一起喊呀！呀！耶 ！Welcome THC！ 耶！哎，你生日，快跟我们讲。Today is her birthday. Hey. Oh, he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 he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 hey, he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 其实阿 K 根本就没有生日。Thank you.好了，各位，这是我们泰国之旅，这个印度庙之旅终于结束了。其实整个过程是蛮好玩，但又刺激的。其实我也学到很多，原来做访问是这么不简单。而且讲的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其实我没有试过，是第一次叫人就给他拍影片。但是这一次我有尝试去做，所以我觉得是个蛮大的突破，对吗，书生？踏出你的舒适圈。耶！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